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转眼到了开学季了。那平时藏得很深的虎妈们都要开始出动了。娱乐圈当中虎妈也很多，像李嘉欣就是其中一个。尽管现年已经45岁，但李嘉欣的每每亮相总是光彩夺目。转眼4岁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，辣妈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。但是说在管教儿子方面，他也是虎妈一位。他有看到人家抖脚觉得很好玩，那然后我就跟他说啊，尽量教他不要这样做，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好玩呢、啊、那我就一很重的就是拍下去他的大腿，那然后他就很吃惊，然后有点泪光这样子。